歡迎大家參加2021年8月15日的主日敬拜。詩篇100篇，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讓我們起立唱詩，堅固磐石，讚美我們的神，是我們永遠堅固的磐石。然後邀陳慧儀姊妹帶領我們作開始的祈禱。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称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以你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感谢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不轻易发怒，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及持守的忍耐，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神啊，求你教导我们懂得去知恩、感恩，更愿意去报恩，因为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祈求你赦免我们对你不专一，很多时不把你放在第一位，让世界的事情或生活上各种的问题与你隔离。真的让我们能够学到好像诗人对你的渴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诗恩宝座前，用诗歌读经祈祷，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的心是充满欢喜快乐，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你的信实。
我哋愿意为一啲心灵有忧伤、身体有疾病、有痛苦嘅弟兄姊妹，或者我哋嘅朋友祈求，求神你嘅安慰嘅灵及医治嘅大能，能够临到喺佢哋嘅身上，俾佢哋知道神，你系与佢哋同在同行，佢哋唔系行一条孤单嘅路。我哋睇到个行业从开，学生先生重返校园，教会喺九月份有集体嘅聚会，我哋都有啲兴奋。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过去一年学到及体会到忍耐同埋信服。求神保守个人嘅平安、身体嘅健康，让我哋能够靠着你嘅能力，继续嘅为你作工，为你作见证。现在求圣灵再一次开我哋嘅耳朵，让我哋听得明白，开我哋嘅眼睛，俾我哋睇得更清楚，睇到神你自己嘅伟大，亦都赐我哋受教嘅心，单单仰望我哋嘅神，使我哋睇到，亦都会意到你嘅教导。我哋嘅祷告祈求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今日第一段嘅经文系《箴言书》第九章，由黎辉与弟兄诵读，然后诗篇三十四篇由黄光耀弟兄带领我哋启应诵读，然后我哋再唱诗《主的苗爱》。今日第一段嘅经文系选自《箴言》第九章第一至第六节，智慧建造房屋，作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侍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我哋用启应嘅方式嚟读诗篇三十四篇九至十四节，由我先读。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接着来，李欧雪芬姊妹会读出以弗所书第五章，王小玲姊妹会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经文读完就是讲道的时间。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至二十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至五十八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奶还是死了。
过去几个星期，我哋嘅福音书嘅诵读都系环绕喺约翰福音第六章。喺约翰福音作者第六章一开始嘅时候，记述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咗五千人，然后带出主耶稣就系生命嘅粮。在当中我们学习了粮食是很重要，粮食是要维持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也都是乐意的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但是在当中主耶稣教导我们，强调不要要过于看重物质的粮食，不要要为那些物質的糧食勞力，因為這些是短暫的，也都不能夠永遠滿足我們的生命的需要。主耶穌鼓勵我們要追求屬靈的，追求永恆的，祂就是那個生命的糧。換言之，我們要追求主耶穌，在我們生命裡面將主耶穌放在第一位，成为我们生命最高的目标。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一开始五十一节，主耶稣继续说，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主耶穌繼續嘅進入一個更新嘅概念，就係話我就係肉，係你哋可以食嘅。我就係呢一個嘅糧，就係我嘅肉。喺呢度呢一句説話實在好唔容易解釋，所以跟住五十二節嗰度就。經文描述猶太人就彼此爭論，話呢個人點能夠將佢嘅肉俾我哋食咧？呢啲係聖經難解嘅説話。其實喺約翰福音有多次提到主耶穌基督嘅話都係難解。例如在約翰福音第三章的時候，有一個法利賽人尼哥底母夜間去見耶穌的時候，主耶穌曾經對他說，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尼哥底母就說，一個人怎能夠再回去走入去母腹裡面重生呢？另外跟著一節約翰福音第四章的時候，就提到主耶穌同一個在撒瑪利亞的雅各井附近一番的談話。這個出來打水的撒瑪利亞婦人跟耶穌講話，主耶穌提到他要可以給他有活水，這個女人就覺得很奇怪，你究竟又沒有打水的器具，以及這個雅各井是這麼深，你又從何可以給我活水呢？但是主耶穌就說，我可以給你一個活水，以至你永遠不渴。那回來我們今天的經文，當那些人問說主耶穌怎樣能夠將祂的肉給我們吃呢？主耶穌在這裡沒有收回祂說的說話，沒有說對不起，我說得誇大了，我說的糧食不是指我自己的，要吃 我的肉。反而主耶穌更加的詳細的描述祂的肉和祂的血是可以吃可以喝的，甚至乎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然后第五十五节就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在这里主耶稣更加的详细描述，说他的肉、他的血是可以吃、可以喝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是很新的，从来没听过的说话。甚至乎他们犹太人的一般的习俗就是他们是不吃血的。但是在这里究竟主耶稣究竟为什么讲话他的肉可以和他的血可以喝以至到得着永生呢？所以经文一路描述就讲到，不但是当时的周围的犹太人觉得这些说话是费解，甚至乎在六十节那里说他的门徒当中听了，也都有些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见呢？那结果甚至乎有一班的门徒都离开了。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仍然这一班人，我们仍然是聚在跟随主耶稣，敬拜主耶稣。我们没有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离开主耶稣。我们感谢神，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以致到我们能够是仍然的是跟随神。这个是好像同一章约翰福音六章第四十四节，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是跟随主，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一个信心。虽然主耶稣有时说的说话在圣经里面记载是难解，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的跟随祂。在今天这个讲道里面，我想带大家思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耶稣是谁？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六章五十一节话，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然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当主耶稣话提到这个，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我的肉这个字希列文原文叫 SARS， 让我们即刻联想在约翰福音有两节我们很熟的经文，就是当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这个肉身就是 SARS， 同一个字，就是说一开始约翰介绍耶稣是道，然后这个道成为了人的样式，成了肉身。这里我们也都是看到主耶稣所提到，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同一个字。然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这两节的经文，道成了肉身，同埋神将这个的道，他的儿子赐给世人，我们看到今天连埋今天所读的话，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将这三段的经文一起合埋来一起，
我哋就睇到主耶稣不单系生命嘅粮，佢亦都系嚟到呢个世间上，佢披上肉身嘅生命嘅目的就系预备要为世人嘅生命牺牲，拯救世人，用佢嘅肉身生命能够系换取整个世界人嘅生命。佢就系约翰福音施浸约翰所讲介绍嘅，看啊神的羔羊，佢就系嗰个嘅羔羊，所指嘅系逾越节羔羊，就系佢就系神喺旧约用拯救佢嘅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走到自由嘅地方，当中嘅过程，神预备叫以色列人用一只逾越节嘅羔羊，将呢一个羔羊杀咗，将佢嘅血涂喺嗰个个门框上边，以至到藉着呢个行动，佢拯救佢嘅百姓离开埃及，走到系佢所应许嘅迦南之地。所以当主耶稣宣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这个宣告就是说他就是神救赎计划的中心和成就。神从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兴起一班的选民，亦都从呢班嘅选民当中，让佢嘅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喺当中，直到新约耶稣基督死喺十字架上边，又复活升天，同埋叫福音传遍当时整个嘅罗马帝国。呢啲俾我哋睇到历史嘅发生系喺神嘅掌管底下。这些是按住神一贯的救恩计划是进行。所以我们回想我们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失控状态，新冠病毒，社会上黑白颠倒，很多的事情好像在一团糟里面。但是我们从主耶稣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看到亦都深信神仍然是坐着为王。第二，我们思想一下什么是叫做相信。相信在约翰福音多次的提及，我相信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八同埋二十九节，众人问主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然后在约翰福音临到最尾那里，主耶稣复活彰显在多马面前，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九节，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然后约翰福音的作者加上一些的评论，第三十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很强调信耶稣，但是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明白约翰福音所提到的相信信靠耶稣，不是单单是一个的头脑的知识，不是单单是认同耶稣是神的儿子。这里从今天所读的经文也都让我们知道，相信耶稣也包括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六节，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换言之，主耶稣所要求的是要我们和他的生命有一个联合，我们要 internalize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主的生命是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融合。最近正思一百的刘老师，他曾经在一个的讲座提到我们基督徒读经那个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读经最终的目的是不是要有没有令我们更加的亲近主，更加让我们的生命似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生命一个的目标的追求，就是无论是读经或者是在生活行事为人，我们都要追求我们有没有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越来越亲近呢？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呢？这个不是单单是读经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更加是我们生活的表现，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更加的在我们生命越来越做得似我们的主耶稣。在教会里面经常发生分裂，过去几十年我们曾经教会为到教义啊，为到崇拜的音乐发生很多的争执和分裂。在今天教会当中亦都很多的分裂，原因是因为政治的立场，甚至乎在美国有些教会因为打不打那个疫苗，戴不戴那个面罩，亦都有很多的分歧。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信仰所教义是重要，我们关心社会亦都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就是在我们的生活行为的当中，我们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更加的亲近主耶稣，他的肉他的血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联合在一起，以致到让我们和主耶稣的生命有一个亲密的沟通呢？吃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些是很难解的说话。所以在六十节那里，那些门徒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事實上喺主耶穌，事實上對佢跟隨佢嘅門徒，有好多係難聽嘅要求，例如我哋要捨己背十架去跟隨主，例如主耶穌要求我哋愛佢，比愛我哋嘅父母、子女、妻子，甚至乎愛自己更加重要。主耶穌吩咐我哋愛我哋嘅仇敵，呢啲都係好難聽、難以實行嘅要求。但係我哋深信呢啲係主耶穌呢啲嘅要求係真理，係我哋跟隨主學校好似主一樣嘅方法。我哋唯一就係要依靠聖靈嘅能力，先至能夠係遵行呢啲主耶穌嘅難聽嘅要求。就好似63節嗰度話，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唯有靠著聖靈的能力，我們才能夠活出主耶穌所要求，甚至乎一些的難以達到的要求。最後在這一章那裡，當主耶穌問有一班，當有一班規班的門徒離開了他之後，他問跟隨他的12個門徒，你們要離去嗎？第68節，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盼望在今天崇拜的當中，我們每一個聽到的人都能夠靠著聖靈的力量感動我們，可以對主耶穌有同樣的回應，說主啊，你有生命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讓我們對我們的主耶穌忠貞到底。讓我們低頭禱告。主耶穌基督，我們敬拜讚美你，你不但是創造這個宇宙萬物的主宰，你更加因為愛我們的緣故，順從父神的旨意，降世為人，將你的生命獻上，為要救贖我們。你的身體在十字架上面被撕裂，你流出你的寶血，以致到我們這一班的人能夠是藉著主耶穌的生命，我們得著永遠的生命。主啊，求你幫助我們紀念到主你是慈愛信實的神，雖然在這個世界上面變動無常，很多的嘢我哋好似覺得冇辦法控制，但係讓我哋對你始終係有嗰個嘅信心，跟隨你，倚靠你，能夠係成就神你喺我哋生命嘅旨意。多謝主聽我哋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都陪在花园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回来的日子。阿们。